谁？是谁关的灯？给我打开！程总，就我们两个人，这也太浪费了吧。又不是花你的钱，你心疼什么？但是，至少也要环保吧。远处的灯你去关了吧，我能经过的地方必须亮亮堂堂的。 程总，你是不是怕鬼呀？怕你个大头鬼呀！你打我干什么？我就是开玩笑。再说了，我年纪比你大，好歹是你姐姐。姐姐？哦，对不起。事后说对不起，等于什么都没说。下班。哦。 一会儿送您回家之后，我可以去见一个朋友吗？是去见上次医院的那个女人吗？太可怕了，一点女人味都没有。是我交朋友，又不是给你找女朋友。这种女朋友我可消受不起。再说了，对我来说也太老了吧。什么呀？追他人可多了。再说了，你又不是他喜欢的类型。那你说说，我属于哪种类型？ 说吧，跟你免死金牌。你长了一张阳光明媚的年下男的脸，实际上吧，就是六亲不认，冷漠男。我最近对你是不是太温和了，让你误以为我们是朋友了？免死金牌。 周全，周全，哎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哇，哎，成年了没有？大学都毕业了，求求，救救孩子吧！你少来，你先跟我说，怎么的就勾搭上我们家霍一网了？哎，他都跟你讲了。令萱萱，你是不是不把我当朋友啊？ 我明明一个电话就能解决的事儿，还需要你去偶遇？哎，首先我真的不知道他是霍一网，我要知道的话，我用得着绕那么大弯子吗？我差点被非礼。什么叫被非礼了？怎么了？没事没事，哎，程琳跟我说了，人脉是职场能力的一部分，让我先找熟人，所以，我第一个就给你打电话了，但是我还是摁掉了。 接着说，从离婚到现在，你一直都特别照顾我，陪伴我。我住在你家，而且你还偷偷给我找工作。无论是物质上的还是精神上的，你都是我的依靠。可我不能总这样，我已经29岁了，我还是一个孩子妈妈，我也是他的依靠。我觉得我不能什么事情都指望你。但是我觉得以我们的关系不至于吧？而且这一次你能遇到辉煌，是因为你的运气。 但我们在职场里不可能什么都靠运气的。你以前不都夸我吗？说是考试型选手，只要一大考闷闷高分，因为那个时候目标很明确啊，我就想好好努力，好好复习，考上高分，我就特别有成就感。但是在家的这几年，我都忘了什么是成就感了，好像除了嘟嘟，我真是一点理想都没有。不过你知道吗？ 我进了职场之后，那时候兴奋还有激动的感觉，马上就找到了。我觉得我可以，我也必须可以。我想证明给所有人看。嗯。哎，你看，我都有名片了。你看，我都有自己的名字了。以前别人都叫我嘟嘟妈妈，现在我是总经理助理令萱萱。<笑>第一张啊，我的。<笑> 所以，我只是单纯的想要逞强而已，小蛮牛。<笑>你说的这些，
我特别的理解，而且我也觉得挺心疼你的。哎，你不会离婚的事儿还没告诉你妈吧？我还没有空说呢。不过周全啊，你要再敢叫我小蛮牛，你信不信我跟你绝交？我跟你绝交！小蛮牛怎么了？我小蛮牛多可爱！我跟你说，小蛮牛是你在我脑袋里印象最深刻的一幕。门儿。